OK， 高中生也算小朋友，对，高中生也算小朋友。OK，高中生可以。大学生就不行了啊，就高中生可以。耶，那我先给你拍。那个高中生赶紧过来。OK，高中生。好，高中生。咦，看着，一二三。你帮我，你看卡在这吗？我在这里。那个，用你的，谢谢。好，你的朋友。那妹妹男生小高中生，你去吧，你快点去，不去来不及了，走了。先帮他把手机还没拍，我比较好看。哎，蔡超很棒哦。对，你这样你坐在这个。我比较好看。High school man。我没有这个架。你太没有质量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明天四坦贝的时候吧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没事，你帮我右手好了。谢谢。你要的在封面的给你签一个好。嗯，谢谢。对，我知道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那个面试坦贝的时候吧。明天你自己。